小低跟鞋，我是直接平底拖凉鞋，甚至你要带小白鞋、牛仔外套，这件都可以一手包办哦。腰间的部分削得非常的漂亮，如果你是副乳比较丰满的、比较大的，这些呢都可以帮你遮掉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到小孕妈咪都可以穿。再来呢，它就是不需要整套的那个直条树木纹，超级有质感的。我们的洋装完全都是顺身直落的，所以你穿起来不会那种胖胖、臃臃、肿肿的感觉。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，你家里有腰封皮带，把它变成是仙女度假一样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、哦，超级美。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磅数还蛮够的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近看一下，它其实这个颜色也不太会透，非常舒服，滑滑凉凉的这样子。然后长度啊，我身高162公分，大概到我的脚踝的位置。这个好像长度大小都没有问题。对，长度大小其实高个跟小只女孩其实都是可以驾驭得了的。没错，跟着巨人狗时髦大脚走，请给爱心哦。